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俄罗斯 VK 社交网络推广，从入门到盈利实操教程三，有关如何吸引订阅者加入社交网络群组的更多信息，请阅读以下文章。如何设置 VK 定位，新手的详细指南， VK 广告，100多个灵感的例子， VK 比赛，如何获得理想的结果，如何在 VK 为网站，在线商店 Web 服务和应用程序的用户设置广告，如何使用 Packer Facebook 广告和 VK 定位服务，如何在 Facebook 上投放广告。第一部分，从页面启动广告，如何在 Facebook 上投放广告。第二部分，在 AdMonitor 中运行广告，如何在 Instagram 上投放广告。详细审查，如何在马拉松的帮助下推广您的 Instagram 账户。第三阶段，内容，在社交网络中发布内容有两种方法，一，发布您的内容，二，在获得作者许可的情况下从第三方网站获取内容，并只是链接到源。在经理人俱乐部中，我们使用第二种选择。从本质上讲，这个社区是一个很好的内容聚合器，一般大品牌的他们会自己创造内容。在我看来，最有效的内容类型是病毒式帖子，你投入数千卢布的内容，它在自己的力量下以病毒式传播。您可以参考下面这个案例，会议夹克图，它发布在一个文摘群组里，在病毒式传播后，它吸引了300万的访客。病毒式的内容很受欢迎，人们喜欢阅读幽默的文章，而不是有用的，例如如何建造一个浴室之类的文章。俄罗斯50个最酷的浴室合集依然有大量的访客观看。因此，在社区发展的某个阶段，要把重心放在内容的投资上，而不是吸引参与者。一旦我们发布在 OK 的搞笑视频群组，由于视频的病毒式传播，每天都有数千人订阅。许多营销人员写道，社交网络推广的主要目标是获得潜在客户，而不是点赞、转发和评论。而我一直认为，给自己定下从社区中获取订单的目标，这是一个难度挺大的方法，就像用显微镜去钉钉子，而专注于这个目标是不值得的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可以自己判断哪个更好。场景一，许多 Texter 译者注 Texter 是一家做俄罗斯社交推广公司，粉丝向大家推荐你，向大家说去 Texter 吧，他们会给你写文案，他们会给你组织广告，他们很靠谱，而你在这里闭门造车，效果不会好的。场景二，在群组里一直发广告，在100个人中可能挤出一两个顾客，其余的人都会说就想让我们买一些东西，掏光我们的口袋。当然我夸大了，很明显你可以结合起来，例如保暖内衣，我们的客户 Janus 公司的产品充其量每年购买一次，那么你向你的群组订阅者出售了保暖内衣，下一步是什么？现在想象一下，你有5万名 Janus 保暖内衣主要是妈妈的粉丝，当他们在闲聊时谈到如何让孩子不生病并感到舒适这个话题，他们推荐这款保暖内衣，我在那里买了它，我推荐你也可以试一下。在社交网络运营中，应该设定的目标是用户忠诚度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发布广告帖子，才会有人准备购买。第四阶段，与粉丝合作，与粉丝合作非常重要。做社区管理，认识群组成员，和他们沟通，交朋友，发帖，点赞和评论他们的帖子。社区管理员不属于公司的人员，他是与参与者进行所有互动的人，全部是手动的，如果自动完成效果会大打折扣。市面上有很多全自动的机器人服务，但我不建议使用它们，因为即使是 NLP 也有这样的结论，当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交流时，他们大脑中会出现神经元兴奋，而当与机器人交流时，神经元不会兴奋，虽然行为都是一样的，他认为与真人交流是很重要的，并请参阅，这不是玩具。10个 VK 商用 APP 如何实现社区管理，最常规的操作是把进入群组中的人加好友，给他发一条消息谢谢，问他究竟在找什么，这可能会成交一笔。这个用户回复，我正在寻找一串珠子，能具体点吗？这个或那个，这是你要找的东西，给他发个链接，
哦，成交了。在 OK 中可以看到最后加入群组的人。对于 VK 有一个应用程序 Deserter 逃兵，有这个功能，您也可以使用付费 Cerebral APP。 关于 VK 社群管理工具逃兵的更多信息，所有通信都是手动完成的，例如我们与我们小组中最活跃的订阅者进行交流，另外我们还和其他群组里活跃的用户交流，在程序的帮助下，我们邀请他们，嗨，别在那个群组里待着了，来我们这里吧，我们这里有礼物，我们极少发垃圾邮件，当然，有时候也会发些垃圾邮件，在大多数的人眼中，发垃圾邮件是不合适的，但是我不这样认为，如果邮件的主题用词恰当，人们也不会反感，当然，可以使用程序每天自动发送10000条消息，但是效果不会太好。建议每天可以发5个消息。举个例子，我找到一个银行总裁的账号，我给他发信息，内容是这样写的：你好，我是经理人俱乐部的创始人，这是一个这样的项目，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群组。他回复消息说，听起来不错，好的，我加入你们的群组，但是如果我这样给他发消息，那塔莎，我们可以给你的银行做免费的推广，加入我们的社区吧。他很可能会骂，该死的垃圾邮件发送者，然后把我拉入黑名单。为何有些群组吸引了不少人，但最终却失败了？